今天又做樱花了，我们开始做了。哇，这么大一锅，够吃了。老好，可是今天是吃的锅，还带回去尝。这一锅都够吃好几餐了啊！大山里的樱花，开始煮。这么大一锅，够吃了。把它给捞起来。洗一次啊，倒进去里面洗，哇，然后还要煮一次，洗一道再煮啊，这样搓一搓，这样搓一下，这样搓一搓，把它那个苦味搓掉，不然它会有点苦的。再煮一次啊，我们再煮一次。现在又煮一次，然后呢，它又不会苦了，马上就好了。放点盐进去，放点味精。那个酱油的，放点酱油进去。开吃了，跟老爸，这是樱花啊，开吃。香，好吃。